何嘉林，中国国家画院创研部副主任，博士硕士生导师，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中国画学会理事，中央美术学院客座教授，中国艺术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客座教授，杭州市美术家协会副主席，杭州画院副院长，曾任中国美术学院中国画系副主任教授。从现在开始，我们就是进入到这个我们这个中国山水画啊学习的最后阶段，创作。那么这一节，我想就按照我们讲的啊，从这个打稿子阶段，一直到后来把它完整的过一遍。首先，我取南方的题材啊，南方村落。以南方村落为题材，我想用一种多元综合的方式啊，多元综合的方式，在我的印象当中啊，南方的村落也是各有不同。这种南方农村的村落基本上是一些木结构的一些房屋，基本上有这种主体的啊主体式，然后呢。旁边啊有一个小厢房啊，小厢房旁边都会有一些小厢房，有的时候主体旁边再有一个厢房啊，然后呢，有的时候呢，哎，厢房边上啊，它有一个像小的一个棚子啊，小的棚子，可能是里面烧饭用的啊，或者什么样，这是比较相对大一点的，小一点的呢。它直接就是一个主体的一个啊，主体的这个房子旁边就有一个，可能是厨房、柴房之类的，啊，都比较简单，啊，变化呢，并不显得特别的多啊，并不显得特别多。倒是去年去过的这个沁园这个地方，它是整体的，因为依山而建的，高低起伏不一的这样的房子。首先它的那些房子的特点呢，是上面一半是木头，下面一半是用土夯的啊，是用土夯的。那么在这一点意义上来讲呢，又有另外一种不同啊，它那个房子的整体的变化呢，相对比较多啊，就是有的时候它是连着一排啊，连着一排啊都是主体的房子啊，甚至这一排可以住好几户人家。然后上面呢是木结构的啊，上面是木结构的，下面是土夯的啊，是土夯的。然后呢，它又会根据这个山势啊，又走出类似于厢房一样的，然后顺着阶梯下去，啊，它一层层叠下去，它有一些啊，有些变化。所以呢，我就想，就是把这两种啊，能否结合到我们的这个画面里面来，啊。我不给它一个明显的地域特征，但有一个地域特征一定是有的，就是南方的啊这样一个特征啊，我想把它做一个多元综合的这样一个考量。题材其实大家也都看到了，就是我是画束缚中堂啊，六尺整张的这样一张大画啊。那么创意呢，我想把它做一个背命题啊，因为没有太多的时间去啊思考考量一个既有。想法的一个命题，所以呢，我想等画出来以后，啊，然后再想给它取一个什么题目啊，我想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因为主要是演示这个绘画的一个过程。那么构图呢，我还是觉得用一种，啊，开合式比较合适，用积木法的方式，啊，我想去现场演示一下，用这个咱们学过的这个积木法。啊，是否能真正啊形成一个比较有丘壑的一个山水啊？那么语言程式呢？其实我想，先就用啊这个传统式吧。这个笔墨实验呢，这个我想这种材料我已经用的比较熟了啊，这个墨也用的比较熟啊，这个基本上差不多，我就直接在上面画了啊。这个过程呢？我们可以啊，
基本省略啊，基本省略。那么对于我们很少搞创作的同学来说，笔墨实验啊，还是我觉得还是需要的。因为这个笔墨实验，首先比如说大家训练这个笔墨的质量、笔墨的性能啊，以及包括里头我们所要运用一些符号啊或者什么的，可能是需要一个过程，不是一下子就能画好。那当然，如果我画了这张，画了一半突然觉得不行，重新画，那它就变成一张笔墨实验。所以说我们边走边看啊，这个至于可度我自己会掌握啊。那么入稿的时候呢，可能我会从局部开始画起啊，但对于大家来讲，可能最好是先用淡墨啊，整体的先把它勾一遍。那么当然我也可以这样做，但是呢，因为每个人创作习惯不同啊，我又考虑到这个就是自己画画的一种掌控能力吧，可能也可能我会整体勾，也可能我会啊这样，最后收拾，反正大家都能看得到落款前印啊，这都不是问题。所以呢，我们现在就开始，那么我们就用啊这个开合式的这样理念去做一个积木法啊，也就是切豆腐法，我们来做一下看看啊。那么做积木法的时候，我们要先要画一个，因为首先啊，这是一个空间啊，这张树的中堂啊是一个空间，那么我们先做一个啊空间。我说过了，就是说除非我想做一个高原法啊，除非我想做一个高原法，但是呢我觉得做高原法对于南方的山来说还不是太合适，因为南方的山啊它相对来讲没有那么高啊，不像方块西山情侣啊很高，所以说我们考虑到它的这个水平线，因为我讲了三元法里头的深元法，它的水平线啊不可能是在中轴线以下，我们只要在中轴线以上啊，我们去处理一下，这是中轴线是吧，所以我们的这个啊水平线地平线吧，我们的地平线一定啊在中轴线以上啊，能成为我们可用的一个啊深远法。当然这只是一个大概啊，只是一个大概，是一个稿子，因为中国画需要鸟瞰啊，需要鸟瞰，它需要这样一个啊这样一个空中看过去的一个角度啊，看过去一个角度。那么在这里头呢，我们就要开始啊给它搭积木。既然是开合式啊，前面要打开，那么我们切豆腐的时候呢，前面呢啊尽量啊就可以把它就是啊左右啊给它切，当然它们之间可以有联系啊。你看这是开啊，打开合一个。我脑子里暂时没有啊这个曾经的那样的印象，我完全就是在做一种啊纸面游戏啊，在先切豆腐，我们就以切豆腐这个方式啊先做一个纸面游戏，大概啊这样一个豆腐的方式啊，大概这样一个豆腐的方式。那么这个时候呢，我就要根据它这个啊来进行推演。切豆腐切出来我们可以有取舍啊，不一定说都所有的完全按照它的这个来啊，不一定所有的按照它这个来，因为你所有的按照它这个来，可能有些哎这种节奏上有些还可以调整是吧，你不然的话也太死板啊。这是啊这样一个山，它要把它打开嘛是吧，然后呢这边这个山呢可能我会啊让它有一些扭动啊，让它有一些扭动，这样下来以后，这样过来，那么这是一条啊一条路啊，我们可以经营这样一条路。
其实可能房屋也不要很多啊，有那么几户房子啊，几户人家就可以啊，最多再叠一层上去啊。这个地方呢可以有瀑布啊，溪水从这下来。这是河滩啊，然后呢我们又可以啊在这架一个桥，又可以架一个桥。那么在南方呢它有廊桥啊，我们架一个廊桥，架个廊桥啊，它有一个桥，然后哎、啊、它是可以架的，有个小路啊可以通过去，然后啊往这种地方走啊，云深不识处啊。然后我们可以想啊，它这个山啊逐步逐步给它推延上去。你看这是开，这是合，就把它合抱在里头啊，合抱在里头。这个山啊它啊一层层叠加的。然后这里有一个啊拱着它的一个山峰啊，拱着它一个山峰，然后呢这有一个啊小山峰啊，这远处有个小山头小山峰。当然画好以后我们这里头还可以有一些远山啊，远山。那么现在整个这样处理好以后，那么我们还要画面里面不能这么死，我还要给它一个啊有云啊，有云，比如说它这是虚的，因为这个山可以宽面的，但是呢你看你看它这个线啊它是这样下来的，那么我们这个山啊也要有这种感觉，要让它整体。然后呢这两个地方啊，这两个地方啊开打开这个特点啊一定要有，打开实际上它变成一个峡谷啊，变成一个峡谷。看我们这种想法呢能做成什么感觉啊，能做成什么感觉。比如说啊，我很希望这个中间啊这一段啊啊含着一段云啊，我希望含着云，而这个云呢到这儿来以后呢从这边出去了，从这边出去啊，从这边出去啊，我很希望是有这样的一个感觉。那么我在创作的时候我可能希望是这样，然后光有一段不够是吧，我又希望呢这个云呢啊又能在这个地方有一段，然后从山这边啊穿过，然后呢这个云呢这里又有一大段啊啊一大段啊从这个山腰啊这里啊出去几段云啊几段云，然后这里，然后这个里面含在这个谷里面啊山坳里面能有一些云啊，这样是我一个整个一个画面的一个主要的构想啊，是我整个画面的一个主要构想。那么从这个啊整个一个啊山的形状来看，大致是这样一个构成。但是呢这张草稿啊，我们看这张草稿有点凌乱，我为了使它梳理得更好一点啊，我们再起一个草稿啊，就是让这个草稿演到这个草稿，而这个草稿啊成为我的一个草稿的一个定稿。那么在这个时候因为这个大的关系已经出来以后啊，我们要考虑画面的结构的这种对应。比如说啊是这样一个稿子，那我要对应什么呢啊，你看整个画面啊，我要找一个
特有的一个形，这样一个，这是一个曲线，这是一条直线，要对应它。在这张画面里面，这里太明显，下来，这里又下来，这个就显得软。所以说这是画面纵横啊，我上一节课谈到画面纵横的处理啊，这种纵横的相互的关系，这个房屋的这个势啊，要推延，跟它要有纵横，是吧？然后呢，这个山道啊，到底是竖一点呢，横一点呢？这个还要去琢磨琢磨，是吧？还有这个云啊，比如说这个云啊，撞在这个里头，它应该是从这边出去呢，还是从这边出去，还是从这边出去？肯定这个云啊，不能从这个对角出去，是吧？从对角出去肯定很难看，所以这个云呢，肯定是啊，要让它，因为在我的画面里面，这个云是个很明显的一个空间，是吧？我想让这个云从这边出去啊，能撑住这个线对冲啊，对冲这个线。然后呢，这个路啊，跟它哎对冲，对冲。下来的时候不能这样平行下来，下来的时候跟这条线要有个交流啊，跟这条线要有个交流啊。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啊，我就基本上这个位置啊，我就可以啊，可以考量出来这样一个位置。这个桥啊，跟这个肯定是最好是适当的有点斜视啊，适当的有点斜视。这个廊桥啊，适当的有些斜视，这样一个对冲。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画面的整体感很需要，因为什么呢？我们要看云，是吧？要看云，这个云啊，要从这儿要有一段过来，这个云跟它什么关系啊？要跟它对应起来啊，对应起来。然后呢，这一团大一点的云啊，这个角度啊，不能都一样了，这个角度要跟它有一个角度啊，这个云横断过去，横断过去。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看这个山一定，虽然它里头有一些具体的变化，这个山一定要整啊。我们在处理这个山的时候一定要整。那么这个山下来的时候还要有一个啊，跟它相对冲，收住它这个势，这个势啊，跟这个势要有一个啊，要有一个联系。因为这个水也要从这里出来啊，水要从这出来，所以呢，这个山啊，应该是有这样的一个势。你像后面啊，这些都容易。那么这个云啊，要在这个啊这个谷中啊，要有一部分云在这儿啊。至于像后面啊，这个搭着它的这种都没问题啊。那这个可以适当的啊低一点，它有一个宾主的啊关系在里头啊，适当的啊低一点啊，再慢慢的耸上去啊，让它往上爬，一层一层爬上去，这样。那么我的房屋的布置啊，我可能将会在这儿。那么这个时候我就要考虑到啊，我要画树木啊。你比如说这个河床啊，因为这个瀑布这样下来以后啊，这个这是路嘛，
是吧？这个路啊，因为啊，它这个山啊是这样下来的，啊，有些坡啊，我要考虑这个树，因为树往往就是近景的树可以大一点，这个左边这个离我们肯定是要近一些，所以呢，我可以啊。有两个办法，一个是在这个石头前头画大树，还有一个就是在这个石头的外围画，而把这块啊石头表现出来，两种办法都可以。那么我们这样吧，就是在这个外围表现一下这棵树啊，这个应该树在这个云的前面吧，可以画得大一点啊，一组适当的啊，然后呢，这边呢。先别去碰它啊，这边就这棵树啊，在这个位置先画。这里呢，我完全是画石头皴法啊，这个另我们另说啊。这边，那对于这个树，我们要看对面啊，我们也要画一些树，在这个山梁上面啊，跟它对应，在这个村落这里。肯定要画树，有村落啊，你要有一些树在它周围种的，所以它这个地方有一些啊地气，啊有些地气，有些树，啊，这个树慢慢把它接引啊，接引到这边，啊也要有些树，啊，然后在山顶上啊，我们可以啊也画一些。小树啊，原树之类的啊。当然，根据我们的这个画面，在画的过程当中啊，它也是不断的在生发啊，不断的在生发。所以在画的过程当中啊，我们自己还是要有所啊，要有所这个啊考量啊，要有所考量。在大致的啊这样一个空间位置，其实大家也慢慢都看明白我的这个空间是怎么样一个空间，那么只是说在具体画的时候可能会比较有些困难，所以呢我们这个啊这个稿子大概是这样。但本科生的这个创作一般周期可能是要大半个学期啊，有的时候可能是甚至一个学期，所以呢那样的创作是一个非常严谨的过程，但是对我们同学来讲，因为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啊，也没有那么多的这样一个空间去思考这些问题，那么基本上可以采用这样的一个方法，啊，我们大家就是在一个相对比较短的一个时间里头，周期里头，比如说两三天，啊，一两天，啊，时间画一张创作的时候，可以采用这样一个方法，那么我们的稿子呢，可以啊。略微的啊，宽松的去打，不要让自己在里头就是画得太具体，因为太具体时间可能不够啊。再还有一个，我们有的时候，稿子打得比较随意的时候，哎，反而里面有很多想象啊。你看你的铅笔稿的时候，哎，里头有很多的变化，哎，说不准。但是呢，你一旦把它打得很具体以后，它的里面的那种想象空间没有了。啊，基本上那画到那儿，你感觉要按那个拷贝过去的意思，所以我们在画画的这个问题，我呢今天就拿这个铅笔，把大概位置啊，在这个宣纸上定一下，定一下后省得它跑形，具体的东西就不画进去，然后我就开始用啊用笔墨去表现啊，你看一下，看画的时候要整体的整张纸啊要去对，要去。对着它去找感觉哈，甚至这块东西还可以再大一点啊，大致的啊这个位置，大致的一个位置。要考虑到这个跟天之间的距离，不要距离太远，太远的话上面的空间因为就利用不起来。太近的话呢，有点太堵，所以说考虑到它的这个
距离的位置啊，差不多，比如说啊，在这个位置上，哎，就这样一个大的一个斜视，然后看一下。其实这样一个形啊，是非常啊非常简约的一个形啊，现在这样一个形非常简约。那么当然里头的内容可不简单啊，里头的内容可是非常的啊丰富。那么我们想这个瀑布的啊这个水口的这个位置啊还是非常的重要啊，非常的重要啊。我们水口不能太靠边啊，太靠边的话呢它的那个感觉不舒服啊，也不要放在中间，中间这块位置就没有啊，就差不多这块位置啊，稍微啊有一点斜视啊，稍微有点斜视，让它哎这个水这样下来。所以我们在画这个创作的时候，宾主关系非常重要啊，宾主关系非常重要。我们现在肯定是中间这个大山啊，这个是肯定是个主峰啊，是个主峰，这是个主要的一个山，两边这些啊小的山脉络啊都是簇拥着它，把它推上去推上去，然后呢在它的一个环抱当中啊有我们的啊这个村落啊，有我们的村落。这张创作我想用纯水墨的啊纯水墨的方法去画啊，我想用纯水墨的方法画，所以就没有啊用颜色。就用很淡的淡墨啊，把这一个大的形啊就把它箍住啊，就是说我的整个一个画面是服从于这样一个大的一个形啊，服从于这样一个大的形。这个非常重要，因为有时候我们画着画着就跑了。那么画面里面的这种大小关系啊，有的时候同学们在画的时候会画到后来那种大勾勒啊，就是找不着啊，先把这个形定下来，定下来以后勾勒在这个里头啊进行推演，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然后至于下面这些小的细节，我们在画的时候都可以去表达。前面第一排的树呢啊，是这个画面里面的树的主体。那么这个树的主体适当的要大一点啊，不能太小，太小的话它近景的近大远小的这个关系啊就不够。所以呢这个树啊在处理的时候我想啊应该是至少有这么高吧。画的过程当中先把一些树的形啊先要把它啊厘清啊，先把它厘清。啊，比如说先想啊这五棵树到六棵吧，反正先这样勾着。这个树的浓淡啊最后跟我们画面的这个基调啊直接息息相关了。因为我们在画树的过程当中有的时候会画的浓，有时候会画的淡。如果你要想画面的这个基调是很淡的，那你的树就不能画浓。如果说你画面基调是一个比较浓一点的重一点的，你的树重点没关系。那么因为是这个画这个南方的这样的郁郁葱葱的，我想呢可以把它画的浓一点也没关系，因为是一个传统式，我们再画一个传统啊传统式的一个这样一个啊类型。
树一定要啊有啊上下粗细的关系啊，不要画的都一样粗，画的一样粗以后就容易显得不够有力量啊，显得不够有力量。前面的树啊，尽量要出姿态啊，要出姿态。所以呢，这个叶子呢，我们可以画的它啊比较，丰富一点啊，画的它比较丰富一些。每个人画树的时候，树叶的出法它都有不一样的地方。比如说啊，有些画家习惯于叶子就在树干啊、主干啊。周围伸啊，枝干上面伸的少一点。那么有些画家呢，喜欢在枝干上，啊，细枝上多伸点叶子。那么这两种类型的树有什么不同呢？就是如果在这种细枝上伸叶子多，那么这个树的，感觉它比较秀气啊，比较巧，因为它是带有一种，啊，比较写实的那样的一种感觉啊，好像一般。这种树叶都是伸在细枝上的，是吧？然后都是比较茂盛啊、茂密的那种。我呢是采用了基本上围着主干去画啊，基本上围着主干去画，所以这样可以显得它一方面啊，显得这个画面有一种力量啊。另外一方面呢，啊，又可以节省一些时间啊，可以节省一些时间。如果你要在细枝上你伸出很多，然后画很多叶子。它那个时间周期太长，那么我们在课堂上啊这样示范的时候，有的时候不太合适，所以主要啊还是要在这个以这个主干啊为多的，围着主干去画这个叶子，这是一种啊方法啊，希望大家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啊情况啊，在什么情况下画什么样的叶子啊，所以我们在画的过程当中啊。要慢慢的使这张啊画面里面的一些元素啊慢慢的不断的丰满啊填进去，然后在画的过程当中，你不仅是我手上在画，其实我的大脑也在转，我也在想这个树旁边的树应该怎么去处理啊，脑子里头也有这样的啊这种思考。在画画的一开头，尤其是画大画的时候，一开头它的笔墨关系还不是特别明显，因为什么呢？一开头如果你笔墨关系就特别变化多，画面会容易显得花，它跟小画不一样。小画的时候呢，一开头你的笔墨关系啊就应该出现了，但是大画就不同啊。大画的时候，咱们啊有些笔墨关系还是需要啊这个怎么样把它啊能够在整体里头啊去考量，当然有些局部也需要啊，就是画的时候自己随机生发啊，随机生发，自己在找一种感觉的时候去看啊。啊，所以说有的时候，你像这个树枝啊，就随机生发出一个。觉得有需要啊，有需要啊，因为是近景的树啊，叶子可以适当的啊画的大一点，然后它的那种本身的啊这种前后关系，所以呢，你可以用夹叶法去表现啊，用夹叶法去表现，后面你可以慢慢的啊让它啊有一些变化，有些啊衬托。
发这种荚叶的时候，我一直在说啊，几乎它的留白要均等啊，这样不至于很突兀啊，不会说某一个地方啊就特别的特别的跳出来或者怎么样。我们在搞大创作的时候，有的时候都是至少是八尺整张啊，或者两张六尺整张拼在一起的方的啊，两米乘两米的啊，这样的大画画的比较经常比较多啊，比较多。曾经也画过啊两米乘十米的创作。那么这种大画的创作，它跟啊相对小的画的创作啊，它的那种细致度要求是不一样的啊。如果我们画大画啊都画得非常细致，它的那个气势啊就失去了。有时候画大画的时候啊，用笔非常的写意啊，笔头子很粗啊，用很大的笔在画啊，它很快一块空间容易把它啊画掉，这样的话它整体感啊会比较强。像这张画的话呢，因为一开头也没有啊什么想象去画成什么样，我们就是只能是走一步看一步啊，先把前面的树画起来，最后这个基调现在虽然是一个传统型的啊，虽然是传统型的，但是呢还是需要一个过渡啊，慢慢的去看它最后能处理成什么样。其实搞创作的乐趣啊也在这个地方。假如说我们搞创作的时候都事先都已经跟你都设计好了应该这样应该那样的话，其实你的乐趣也没有了啊。人最得意的时候画的差不多，最后在收拾的时候啊没有画坏，而且还基本上按照你的掌控和你的想象那样完成的时候，那个时候你的人的那种内心精神呢，大家我相信会有这样的一种啊体会。那么这棵树画好，起先你看我旁边设计的一些树啊都被遮掉了，那么就从它的后面啊去出枝吧。你的这个荚叶树啊在前头，你后面的这个啊可以画荚叶也可以画点叶，但是呢叶子的这个啊大小要相对啊要接近，相对要接近。那么我想的，因为前面这个画面空间是有限的，我就不再画荚叶，我再画一个点叶法啊，画个点叶法，而且形状呢尽量也要啊和它有所啊接近。因为已经进入了创作啊，已经进入了创作，其实我们的术法在这种笔墨关系上啊就应该啊有所考量了。比如说现在我画的这个叶子啊，就是水分啊相对比较啊相对比较多一点，水分相对比较多一点。因为和它前面我要产生一些啊比较，前面比较浓啊，后面淡一点，然后水分可以多一点，因为前面画的偏干啊，这也是我们在画的过程当中啊可以随时啊变更的啊，随时调整。所以它这个叶子的啊这个形态啊跟这个荚叶啊是相合的啊，所以说它可以融进去。啊，可以跟它啊在一起融进去。那么这棵树呢，我们也啊给它画一个荚叶啊。叶子大小啊，也要跟它差不太多啊，给它揉进去。
因为我们要考虑到啊，它这个水口啊，像要从这里出来，所以呢，我们啊不能太多啊，这边划过去把它路就水口还有路啊就会堵上，所以呢，我们可以想象这个水口从这个树底下啊出来了，这里就不一定画那个水口的坡岸，可能这边有坡岸，这边可能就那个。这个叶子比较润啊，这个叶子可以枯啊，这个时候的笔墨关系啊。可以把它啊，在这个画面里面可以啊，找到它一种笔墨关系。就用对比关系啊，对比关系。所以说一开头这个树的浓淡的基调，也决定了这张画最终是什么基调啊，这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过程啊。如果说你这个基调画的淡，画的润啊，这个画面可能会是什么样。现在这个画面呢，就可润之间也都有啊，可润之间也都有。所以说这里头的啊穿插啊，有的时候啊也是非常重要的啊，一些穿插。南方的树呢比较浓郁，所以说一般这一组啊它挨得比较紧啊，挨得比较紧。这个我们在很多写生当中啊我们也看到了啊，也看到了。但是我们要记住，就是说当画啊在大创作过程当中啊，我们在画一组东西的时候，我们不必要啊急着把它都先画满了。也就是说画到啊五六成六七成先停着。停着以后呢，就是你要考虑到整体画面的处理。你看画的时候慢慢慢慢生发和原先想法就有些变化。原来我是想这块石头在前头，这个树躲在后头，但是画着画着，哎，就觉得这组树要从啊画外进来，这也是一种自己比如说在画的过程当中的一些变化啊，就顺着这种气啊就把它灌出去了啊。这个我觉得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个话题啊，尽量的啊，符合你的一个艺术感觉，我觉得不是符合你早期的构图感觉。这个我们在画的过程当中啊，一定要有这样的一种啊一种意识啊，这样的一种意识。这节课画了一组树。虽然这组树没有完全把它画完，是要留到后面整体调整的时候再去画，但是呢，这组树啊，我们已经啊走了第一步，啊，这节课我们就先上到这儿，谢谢大家。